整个坐下的话，一般有两种方式，好，就刚刚跟你讲，压，好，压也可以。还有另外一种就是，你要记得哦，其实我这边哦，你把移下来这边，移下来这里哦，一个骨头，这边有个穴道，按下去之后它会酸，像我们这里这样按下去，哦，就会酸了。所以你要是你的狗比较顽固型的，你压你压它都不做的话，你可以去塑造行为嘛。我刚刚跟你讲过塑造行为。塑造行为，教狗跟教小朋友不一样，他们什么都不懂。小时候哦，老师会跟你们讲说，你们教老师会教你写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你刚开始你们就根本就不会去怎么去写字嘛，所以说呢，老师会牵你的手，教你写一。二三，那教狗也一样，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坐下。你当然去跟他讲说，可以去用外力，让他知道啊，压一下，叫他做出行为之后，再给他捕捉行为。所以你要是刚开始，你家要是狗带回家的时候，一般都坐下还蛮好教的，只是那个趴下比较难一点。所以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趴下怎么教。